阿炳啊，阿即卖咱要种这是啥？这叫做鱼腥草，但哦，伊叫做臭臭臭臭臭啦。是是是是是，臭臭啊种这种到这，我来赶快哩，哇！赶快赶快！哇，臭臭臭啊，甲种到这，哎，安尼阿头得偌久的修行？伊一阵啊，就是抓性较紧，啊，当天较慢，一阵啊，就用时间。一阵啊，就会当。是是是，啊，像这种就是安尼，嗯，甲二类爱甲藏下就好啊，哎，藏下爱着家己的树水起来啊。对对对，啊，安尼，伊食固定的水就对啊。对对对。啊！你看，这款安尼就是个成长了后，伊的根会旋在水底。嗯，刚刚旋在底下吃水呢。啊，这个这边来讲，其实国语是真简单，就是讲复合养殖，就是动物甲植物同齐生活做伙。其实这足早古早人都有。古早人是古早就是拢安尼啊。对，回到妈妈的怀抱。是是。有影无影呢？回到阿公的怀抱。安尼啊。是。唔通骗呢，我来看咱古早人就知影，咱的先人就甲咱讲啊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微笑。古早以前嘞，咱老祖先呐、啊，拢是饲牛啊来做衫，就种真济只牛啊肉啊来饲牛啊啦。种了后，才发现讲哦，无水通好压，啊就挖一窟池啊，啊这水甲压落去，才发现讲哦，水无够肥啦，只好嘞饲一挂鱼啊，靠鱼啊，而且晒甲流来增加着水的肥分啦、啊。而且呢，这蚕宝宝的便便啊，搁会当摕来饲鱼啊，安尼呢有衫通好穿，有鱼啊通好食，搁会当趁钱，搁会当环保，吼吼，真是有影有够巧的啦。他、啊、是讲吼，啊！你这个方法，啊！你是安怎会当救地球？是哩，因为这个吼，咱田的内底爱用这一个肥分，嗯，那如果无把这个肥分回收再利用时阵，咱就爱阁生产足侪化学肥料，而、且化学肥料基本上伊嘛是爱靠石油来生产。哦，爱做安尼啊？是，所以伊生产的过程会阁制造足侪足侪二氧化碳出来，啊，气候就愈来愈优秀。所以讲，你用那吼，那刚才有那吼，捌足济啦，才有法度通安尼做啦，无简单，你会救地球，嗨，飞上天了。阿明啊，我讲你这个人哦，不但是趣味哦，种花功夫阁未歹哦。阿明在咧讲哦，歹势啦，这丛花呢，拢是伊的收回啊种出来啦。因为呢，全台湾的这地下水道工程啊，就是20%，啊，其他80%的便便啊。拢是凊彩哦放水流去，污染着水源啦。所以讲呢，唔那是农地，或者是讲这鱼池啊的肥，拢作爱收回。人的黄金呐、啊，嘛一定爱好好来处理才会用的哦。哎，阿彪，是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款叫做斗鱼，这款呢是斗鱼的一款。哦，啊，这是算台湾原生的一款斗鱼。咱那是水族馆，伊是叫做彩兔。这个吼、是，和小朋友也是讲大人了解讲，咱这个台独咱讲的是生态农业是安怎一个架构。那边在操作啊？咱来看。首先，咱这个吼，这个壳啊，吼，那底一挂这个石头啊，这石头的目的是要养细菌。真啊，无用这个石头啊时阵吼，咱饲鱼啊，真紧水就落去啊。啊、好，过来，咱水底好啊了，咱就把这鱼啊，都放下去。传统的这个模式就是咱传统的饲鱼的模式，就是那个。嘿，不过安尼，你都要动动换水。哦，电动换水。咱鱼啊会放晒落去了，吼、哦，伊这消化细菌会当消化分解了。不过伊这肥分嘛是搁掉伫水底。不过搁教你另外一个动作，搁再种一张植物，种在面顶。哦，你说安尼，爱得有食的水。是，还袂歹哦。啊，这整个会当欣赏花啊，个会当欣赏鱼啊，吼。对。哦。啊，不过代志无遐简单。咱啊，一厝内底，你看，这间是咱的厝，伫都市内底厝足济，啊，所以规个都市烧哈哈。未来咱啊，就讲伫厝顶买，把这个系统，放伫厝顶买，还是伫阳台，安尼我那用救地球。啊，可能是变救地球。360行，行行拢会出状元。把这个系统，放伫最厝顶尾，还是伫阳台，安尼我那用救地球。啊，可能是变救地球。伊即摆吼，放伫了伊降温，
这个石拉布好，本来是那种诶，这个石板烤肉啊呢，一头吹了了，一变作热累积，伊个烧气个结伫内底，哎，暗时啊要困的时阵，入面呀，哇，下架呢，暗过伊会一直下，一直在你微波，一直在你加热，啊，你即马吹冷气，空气是冷的哦，不过你身躯是烧的，啊，你啊，在这个放伫厝顶位时阵，伊即个在你隔热。像你阿那无简单嘞吼，你看，拄只吼，咱所看到的啊，哦，就是讲吼，咱这养殖的救地球，对，啊，佮有农业救地球，对，起码佮看到这是都市救地球，吼，对。哈哈哈！啊，你是安尼想着，那想讲这样子。咱的这个现代社会吼，大家拢真认真啦，认真伫咱家己的工作上的项目内底，啊，就袂记你讲，哎，咱以前古早这个环境是安那维持的，就是讲。发现讲，哎，足侪污染，足侪农药的过量，足侪肥料过量，啊，尾啊，搁台球都转来，就发现讲，哎，其实咱古早像咱阿公的时代，伊嘛饲鱼啊，伊嘛饲鸡啊，伊嘛种稻啊，伊嘛还要木工啊，哎，伊啥物拢会晓啊，不过你看，伊一概饲遐侪人，啊，即嘛说两个囝说有啊饲不散起来，在现代社会，大家想认真伫家己的行业内底，哦，啊，就较袂关心这环境。咱台湾一年信用卡的效单，就会当错掉二十万丛的树啊啦！啊，一年爱用三十亿的塑胶袋啊，一年呢爱用一百亿箱的免洗筷啊！一寡听起来伤咸的新闻呢，其实啊，拢是咱无去面对的事实。生活中真侪简单的小所在啊，会当来救台湾、救地球。咱就紧甲阿明啊同款，其实是说用心，啊，咱的子孙呢，就感谢你今仔日的付出咯。